若旧有记忆，不可以用眼镜拍低。随时代变迁，快乐流逝。你知唔知啊？我而家摧毁紧我阿妈嘅希望。其实我唔想噶。我其实我真根本就唔想。我唔知究竟我做乜嘢先可以令到佢可以放。我自己又觉得，其实我呢一刻系一个好伤痛嘅日子。咁从头先嘅录音里面见到，其实。可以聽到其實我自己的心聲。2010年6月30日，可以話是一個很特別啦，同埋亦都係一個人生的一個轉捩點。傷痛的，因為呢一刻其實是我自己我一生人裏面面對的最大的挫敗。當時我朝頭早8點幾翻到去，咁其實我冇諗過自己的成績。因為其實我自己都不會話抱太大期望，但係點不知當我收到呢張咁嘅成績表嘅時候，我自己的心咧係非常之高興。咁當時第一個諗法，我自己就覺得係個考評局對我唔好，所以我就曾經講咗一句就係、是、考評局啊黑箱作業啊咁樣。之後我發脾氣就訂咗，即係我走咗出去，然之後就見到一個水樽，我就用一腳咁踢咗個水樽落去。基本上我係跟住出咗去啦，自己咁。我記得跟住差唔多係每個鐘頭，我諗真係冇試過咁嘅頻率，就係我每隔半個鐘頭就打電話俾我啲導師啦，我自己喺教會裏面嘅弟兄啦，咁樣猛咁喺度安慰。其實我自己嗰刻係真係好深刻嘅印象。由細到大，我都未試過失敗過。我無論係我嘅小學啦、中學嘅。升中啦，同埋呢一個中五我都未失敗過。
A-level 可以話是我其中一個即係俾我一個嘅風浪，係我第一次去嘗試嘅，係跌得非常之痛。曾經媽咪都講過，就話好似我係臨門一腳準備入大學嘅時候，竟然好似係摔咗一跤。我覺得我自己比喻就係好似係一個人生路上嘅一個摔倒，但係我自己睇到嘅就係另一種嘅學習。A level 放榜完咗之後，當然就要面對住呢個大學嘅放榜。咁其實我自己當時都諗過，都7月29號嘅時候，我就終於收到即係 Jupas 嘅即係大學聯招嘅一個 result。咁發現係 open U。咁當時媽咪都問我想唔想讀。其實最初我考慮，其實我係咪可以之後嚟緊一年係咪可以再嚟多次呢？我有一種憧憬，我就覺得我今年要再重新嚟過。我覺得係可以再嚟多一年。我自己經過咗好深刻嘅想法之後咧，終於我決定留翻喺英華重讀一年。我唔知道我哋做乜嘢，所以。